提供那个消防原来叫消防部门本身一个社会化和市场化的一个改造。而且你知道这么大的一个全国正在有很多地方都在不停地做这个公共建设，消防又是一个必须做好的一个前置的，因为它是一个必要条件，不是一个附带条件。如果你没有通过消防验收，按道理是不可以承租、不可以转租、不可以做任何商业用途的。咱们消防部门、咱们消防法也都规定得非常清楚，但是为什么就像彭老师说的，为什么这水总是这么深？为什么消防运输就不能够公开透明，不能够科学化、社会化一些，展示给大家？谁来做这个工程是大有讲究的。做这个工程，你的资质也是有讲究的，你做就能够通过，可能我做就通不过。今天我们的记者也是埋了个伏笔哈，现在是三方啊，已经有两方的声音了，最后一方呢，也就是一锤定音，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这个事儿。今日数字，澳洲悉尼大学商学院商学硕士课程吸引了有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到这来学习。此前的期末考察当中，有1200多人参加，它的核心科目叫商业。